者詹香娜台北报道，虞美人16日登上益智直播节目17号聪明，他先前上节目仅答对2题，这次再来挑战雪耻。制作单位安排 BL 韩剧小鲜肉男星徐少宇和他搭档，写着五从开始就彬彬询问，美人你待会可以冷静吼，不会心不在焉吼，不会小鸟依人。与美人否认说，不会，我只是会被他分神而已。与美人这次答题由小鲜肉男星徐少宇助阵，态度格外温柔，让谢振武惊讶他，你今天很不一样耶，笑起来特别甜美，两人自认是最强组合。博学的虞美人负责天文地理历史国文等学科领域，电影动漫运动游戏这些部分则由徐少宇包办。两人节目开始前还模拟猜题，有备而来，虞美人稳定发挥国文实力，秒答金庸小说第二章飞龙在天，出自典籍周易。到了第八题碰到生物题，虞美人果然看徐少宇看到分神，忘了早已用完二个求救机会，竟然秒喊求助网友，众人愣住，提醒他已经早就用完了，他才惊觉拉住徐少宇边边大笑。两人达到了第八题止步，但已成功让他与美人一雪前耻。与美人跟徐少宇合作答题，幺七 media 提供与美人跟徐少宇合作答题，幺七 media 提供。